好啦，大家好啊，欢迎嚟到个 Bang Bang Channel 啦。嗱，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题目啦。好啦，嗱，事不宜迟啦，咁啊，先望一望题目先啦。嗱，咁佢就话啦 ，in the figure，OK， 嗰个嘅 A B C 啊，即系聊线啊 ，OK， 仲有就系嗰个嘅 A E D， 即系呢条啦，就系 straight line 嚟嘅啊 ，straight lines，OK， 得唔得 ？And 仲有咧就系呢两个三角形啦，分别就系个三角形 A B E 啦，仲有就系呢个大大嘅三角形就系。三名 ACD 啦，佢哋就係 similar 相似嘅呢兩個三型 ，OK？ 咁佢就做咗擊破啦，有兩 part 啦，先睇個 A part 先啦。佢叫我哋翻個 CD 嗱 ，CD 即係呢個嘅長度到底係幾多？好，咁啊事不宜遲，攞張單子出嚟先講啦。咁啊由於時間關係，科技好先進㗎啦，咁我就係咧成條題目出翻曬嚟，咁啊大家唔使奇奇啦，真心可以望住嚟做啦，咁啊慳啲時間啦，非常方便啦嚇。嗱，唔好急，慢慢嚟，咁啊。我哋睇睇呢个题目先啦。嗱，我就加工咗少少嘢嘅。首先我叫佢呢个三角形啊，三角形 A 波 E 咧做黄色 ，highlight 咗佢 ，OK。咁另外呢个三角形啦，我就叫咗佢做三角形 AC dot 啦。咁啊，我又由咗佢做黄色加橙色。咁啊，等一阵间方便我讲解啊嘛 ，OK。嗱咁啊，应该我都预计咧都唔系几够位噶啦，不如我界开个荧光幕两边啦，咁啊方便点解我做嘢啦 ，OK。好。咁啊，解开佢啦，移过少少啦，置中佢先 ，OK。好，咁就嗱，如果你问我啊，我自己一开波咧就嚟噶啦噃。嗱 ，A part 啊，我直接嚟啦，就系喺呢度，喂，转翻支笔先，写好少少啊。好啦 ，A part 啊，由于咧题目讲噶嘛，就系、是、呢两个三角形系相似噶，就系、是、由于就系个三角形就系、是A 波 E 啦，系会相似于个三角形就系、是A C D， 咁啊当然就系原因啊，听过少少啦，原因就系 given，OK、okay?。咁啊，嗱我褪过少少偷啲啲位啦，因为唔系几够位 ，OK。原因就系 given。中文就係叫做已知 ，OK 得唔得？咁啊，嗱，俾翻個 highlight 你啊，等你温書嘅時候精神啲啦。嗱，呢個就係個黃色三角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黃色加橙色嘅一個三角形 ，OK 就係成大個呢、這個 ，OK 好啦。咁所以發生咩事呢？所以我哋心裏有數啦。嗱，所以啊，我哋會知道嘅就係佢哋相對應嗰啲邊長咧，應該會係一樣噶 ，OK 嗱，或者我唔好咁孤寒啦，我落低少少啦，所以系啦，嗱咁啊，佢哋应该相对应嗰啲边长唔系一样啊 ，sorry， 相对应嗰啲边长嘅比例咧应该一样嘅，咁即系简单啲讲啦，我呢度会睇到咧，如果我攞呢度绿色嘅部分就系 AE， 即系13，咁就对应于呢个三角形嘅13就系 AD， 嗱咁啊，佢哋嘅比例就会系 AE， 嗱我刻意用绿色笔啦 ，OK， 好啦，就再 over 翻个 AC。好啦，就会等于乜嘢呢？咁啊，我刻意攞支粉红色笔啦，好嘛？相对应就系应该BE 嗱，如果 BE 度攞23啦，咁对应于黄色加橙色呢个三名咧，亦都系攞23，就系 CD。咁所以就系 BE 就再 over 翻个 CD。好啦，咁啊，原因当然就系、是、嗱，我唔系几够位咧，写喺下边啦，就系、是、corresponding size。就 similar triangles， 原因就是相似三角形的对应边啦 ，OK， 咁所以换言之，我哋心里有数啦，咁就系、是、我唔再用咁多卡啦，用蓝色算啦，AE 啊就系5嚟嘅，而个 AC 咧 ，AC 就系讲紧呢度成条得唔得？sorry 啊，系咪对 A 啊 ？sorry 啊，写错嘢 ，AE 系对 AD， 真系傻傻地啊，呢个系 D 嚟噶 ，OK， 好彩睇到啫。好啦，咁所以喺呢度呢再次重申啊 ,AE 就係讲緊呢个5嚟嘅，而 AD 呢讲緊呢个就係5加3就係8，咁所以其实真係5啦，再 over 返，好啦，呢个係 8， 就会等于好啦，粉红色嘅部分啦，呢个就係BE， 嗱 ,BE 讲緊呢就係 4.5， 咁所以呢个位置 4.5 啦，好啦，就会 over 返个CD， CD 就是不知道嘛，我们就是要找它咯，就是 CD。
好啦，咁所以其实喺呢度呢，我哋交友相乘嘅情况底下，将个除 CD 调改变成 CD 啦，即係五成 CD。好啦，留住个 4.5 喺度，将个除8调改变成 8, 即係 4.5 乘8啦，咁所以就係揿机啦，就为36。好啦，最后啦 ,CD 等于几多呢，咁即係简单啲讲，将个乘5调改变除5啦 ,36 除5就係 7.2。咁所以俾返个单位人啦，就係、是、CM， 咁所以理论上呢都搞掂咗㗎啦， CD 就係 7.2。咁所以我哋喺度更新佢啦，个 CD 就係 7.2 个 CM， 嗱我 mark 返佢喺幅图度咁解㗎啫， OK， 得唔得？嗱，如果得嘅话仲有啲位啦，咁我哋定一阵间不如喺荧光幕嘅呢一度啦。咁啊，做埋个 B part 佢啦 ，OK。嗱，咁就睇睇个 B part 问咩先啦。嗱 ，B part 就问我哋啦，叫我哋翻个 BC。嗱 ，BC 即系呢一橛啦 ，OK。嗱，如无意外啊，如果你俾我做咧，咁我哋理噶啦噃，就嗱或者都唔好咁逼啦，应该都 OK 嘅，将呢个移过嚟呢度啦，直接喺呢边做啦 ，OK。好，嗱你啦噃，就揾呢個 BC 喺呢度。嗱，咁我哋喺度睇啦、諗啦，其實就係咧，由於一開波題目都講咗噶啦，就係、是、個三角形 A by E 係會 similar to 呢個嘅三角形，就是、AC 多。咁當然原因就梗係 given 啦 ，OK。咁就嗱，俾翻個卡你啊，呢、這個就係黃色加橙色嘅三角形。好啦，咁至於呢、這個呢就係、是、三角形 A by E 呢就是、黃色個三角形 ,ok? 咁佢哋呢兩個三角形就發生咩事呀、啊、由於佢哋係 similar 相似。咁所以其實真係心裏有數啦，我哋亦都係再一次用就係嗰個嘅相似三角形嘅對應邊啦。咁即係咩意思呀、啊、即係呢兩個三角形佢哋個邊長比例呢應該係一樣嘅。咁簡單啲講啦，我今次會攞喺邊兩條邊嘅比例呢。嗱，我再用一用喎，就係、是、今次我會攞嘅就係呢個嘅 AE， 即係講緊又係13啦，係啦，對應於亦都係13，就係呢個 AD， OK。 咁所以我喺度寫啦，就係、是、AE就 over 翻個 AD， 好啦，就會等於乜嘢呢？咁啊，等於就係、是、嗱、不如我攞另外一隻 color 啦，就係攞一個淺藍色啦，好嘛？就係、是、A boy， 我要攞12啦，咁錯掣啊，唔好意思。係啊，依度攞12啦，對應於呢邊亦都係攞12，咁所以呢邊咧就係、是、個邊長比例應該係 A boy。就 over 翻個 AC。 嗱，如果我哋要落原因嘅話，呢度啦就係 corresponding size， 就 similar triangles， OK 得唔得？咁即係話換言之啊，我哋心裏有數啦。咁啊，換言之，好啦，咁啊，我哋睇睇咯 ，AE 就係5啦，而個 AD 就係呢度，就係5+3就係8啦，咁所以5/8好啦，就會等於乜嘢呢？就係 A boy 就係講緊呢個啦，就係、是、4，咁啊，唔俾咁多 color 啦，深藍色就算啦 ，OK。好啦，就再 over 翻乜嘢呢？咁啊，小心翼翼噶啦，褪过少少啊。好啦，咁啊，下面就应该系 AC。嗱，小心啲啊 ，AC 其实咧系由4cm 咧，再加埋呢个嘅 BC 组成嘅。OK， 得唔得？嗱，咁所以其实呢度咧，我会点写咧？我就会系写成为4加 BC 咯。咁所以呢个位咧就系4，转翻支笔啦，就再加 BC。嗱，咁而事實上啦，如果你俾我咧，我就交叉相乘啦，即係將呢個除四加 BC 成個變成四加 BC 乘過去個五嗰度，留住個五喺度啦。咁所以就係五乘以四加 BC， 好啦，就會等於咁啊呢邊留住個四，將個除八調改變成八啦。咁所以48就32。好啦，咁啊，我哋不如拆括弧啦，即係兩個箭嘴咁乘入去，鉛筆痕咁啦，兩個箭嘴咁乘入去，乘入去啦。咁所以54就中20
就再加呢度啦，第二個箭嘴就係五乘 BC， 就會係等於32。咁而事實上啦，我就會將個加20掉過去變減20啦，留住個5乘 BC 喺度。咁所以左邊就係5乘 BC。好啦，留住個32喺度啦，將個加20掉過去變減20啦，即係32減20就變12啦。咁所以最後啦，將個乘5就掉過去變除5，即係12除5啦。咁所以其實如無意外呀，都呼之欲出㗎啦。個 BC 等於幾多啦？12除5，即係撳計數機啦，你就會發現佢係 2.4 嚟嘅。咁當然有單位㗎啦，邊長，咁所以就係 cm。咁成件事搞掂 ，OK， 得唔得？終於搞掂。嗱好啦，咁就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咯噃 ，OK， 得唔得？嗱好啦，如果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噶啦 ，OK， 好，咁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啊，嗱，希望下次有緣嘅話，我哋再見啦，拜拜。